我甘愿做人的善意啦，我歹心那么久以来，我第一次哭到收不回来，想到了以前一些可能已经过去自己做的错事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东西，就是那些记忆跟剧里面的东西一直在折磨我自己。我是等着你的人啊，我等不着你的心，你心要到底走去倒位去？ 人迄大某踮咧遐拢无讲甲半句话，啊！你这废仔，踮咧屁屁叫！我在戏里头一直处于一个嫉妒的心情，但是他为了顾全这个家，他又要隐忍。代志免不该再歹看，咱就好好收本分就对啊。这是查某人为爱坚持、为爱付出的感动故事。 今天拜公，暗时10点半，台湾好戏《珍珠人生》。